追踪者他一个一个去调查。哦、女生也会好不好？他冷战一天，我今天冷战一个礼拜。你要先开始这个战争，那我就陪你玩到。小心那些公主病的观众。我最讨厌听到男生说女生公主病，还不是你们自己宠出来的？对，一起上学吧。暑假要干嘛？今天是渣男批斗大会。女生最不能接受的男生的行为，开始吧。好，第一个，超级白目，讲话不会看脸色，就知道就用那一种，就旁边黄色那黄色那个人，他真的太直了，也不能算不好的意思，对，也不用太做假，用太做假，太直接。就是我跟他说，哦，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啊，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道理，就一直讲道理，然后我也讲道理。你会安慰我一下吗？结果他竟然回我说：“你都知道是安慰，你为什么还要听？”我们就是只要你好听的话嘛，就是要你们哄我们。对，就是当下心情不好，我才不想。对，就想讨拍啊，怎么样？真的韩剧看太多，就想讨拍，就是那种浪漫的感觉。存在哎，他们刚刚说那种男生不存在，没有在追女生的时候。对对对对对，交往之后就没了。交往之后就不一样，就交往之后就没了。而且我最讨厌听到男生说女生公主病，还不是你们自己宠出来，然后又想负责任。相亲请假，饼干那一集。好，下一题，下一题。一起出门打扮。哦，我没办法接受，我也没办法。对，只是在场男生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很爱用。不会啊，我觉得去一个早餐店吃个东西，对啊，干嘛化妆？那是还好，那是还好。但是我们是说那种一起出去玩啊，出远门之类的，就是有一种是那种就是跟男生跟朋友出去要要求女生要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跟女生朋友出去的时候自己丑啦。就是等于你要面子，我要面子，双标哎，双标。没有，就是我觉得。至少要洗个澡吧。女生一个礼拜没洗头，哎，不对耶！哇，我自己承认我就是一个不爱洗。然后还要叫男朋友洗头的那种。我洗了，你要帮我吹吗？我觉得那种还没有结婚前 AA 都是很正常，可是我真的不能接受那种，哎，你那个17块没有结婚，那我就是，对啊，就是这次可能好，你全部你付了嘛，现在下一次我可以付，然后但是有些是硬要，就可能1块钱你也要拿，我觉得不要算了，这么清楚真的太伤感。对，嗯，就是那个他买完东西嘛，然后呢，等一下。是你遇过的经历吗？对啊，就是之前他，我先想一下。然后你，对，是我可能没有，略过略过。还有一种跟夸张，跟钱也有关系，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狂送女生礼物，分手全都要回去。哦，哎呦，我不会，我不会这样哦，我不会啊。对不起，哦，住宿地方是吗？第四个是吐回讯息，然后爱宝消失。很多男生就是打游戏打一打，就直接会忘记回那种，你知道吗？或者是爱搞冷战啊，不回讯息，要让女生知道他在生气，然后女生就要一直跟他打架。啊，不要生气啦，你怎么不理我？然后就硬要搞消失不回，一天不见两天不见。我要是遇到这种，他冷战一天，我今天冷战一个礼拜。你要先开始这个战争，那我就陪你玩到。小心那些公主病的观众。对，好好战战。
人的秘密。这个我有，就是呢，我们因为我跟上一任会互相检查手机，我们就比较没有安全感，然后想说就互相看，结果发现他好像没有删到那个记录，然后就被我抓到，他跟其他女生晚上打电话这样聊天，然后被我抓到。Oh my god！ 然后重点是他有些还会偷偷删掉，然后他的之前记录全部都突然消失，就突然说，哎，我们明天这样。怕你们想太多会先删，我觉得男生要搞小动作，可是就技术不够高超。对，就可以不要一定要让我们发现嘛。但有一些男生是完全不让女生碰到，对，或是还有两只手。我有遇过那种，就是说要去上厕所，在那边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这种真的是。自己觉得男生讲脏话这件事，其实因为女生其实也会讲，可是我觉得要看场。对，你不能在那种都是长辈或什么地方，真的是你好难解释哎。对，有时候带姐妹去，男朋友就见姐妹这样子，然后就是对他们讲话就是不让人家很舒服，就吊儿郎当。对，吊儿郎当。下一个，严密监控行踪，什么都要管。大男人主义，对，真的，对，真的，我没办法，我自己挑。我是还可以接受大男人，但是你，我已经跟你讲了，我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一直这种三不五时说，那你现在哪里？你现在干嘛了？你跟谁？然后我就跟你，我就是都跟你讲过了。哎，没有，确定是我们会做？没有，跟你讲，有些男生会这样，好不好？就可能你突然你去忙你的事情，结果你一拿到手机。哇哦，20通电话，然后他还会密你的朋友，密你的朋友说他消失了，他在哪里？就是连你自己的朋友都已经被严重骚扰，所有你的所有朋友都还问你说你去哪里？男朋友在找你。结果其实我刚才只是这样去睡一下午觉，手机开飞，对，我一起来哇哦，感觉世界都变了。还有管那个女生的穿着，这我前男友就是说，多短不行。然后运动裤，学校运动裤不是很长吗？到这里耶，他就说不能，你不能穿短裤，你只能穿你的长裤。什么？我就跟夏天在这里。穿紧的，对对，穿那么短那干嘛？你穿那么短裤，学生穿那么美，还穿那么短的裤子，可以又帅怎么办？恭喜你。真的，你说那边有重点，学校的运动裤。怕学生知道，对，都是很喜欢穿学生屌丝。对啊。对不对？我宅男都没有女生打给我。还有我。
刚眼角有泪。下一个也是跟游戏有关的，就是打游戏爱走心。打游戏打到一半，你就突然摔手机，这雷贝有什么？然后噼里啪啦一直骂，然后可能还会把你的把情绪带到你身上，迁怒到我身上。Hello， 请问是我害你输的吗？是你们吧？你们在打游戏，等一下吃什么？等一下去哪里？等一下要干嘛的？哦，真的很吵。想我吗？想我吗？对，想我吗？你在干嘛？你有没有在专心听我讲话？好，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讲。快来借我的手，亲身经历。你要说。那有没有一起打游戏的时候，然后女生累了，然后男生生气？我觉得这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哎。你看女生、男生应该要稍微比较会，要稍微比较包容女生在游戏这方面。然后可能今天在吃鸡好了，然后呢，你那个他男生不小心挂掉，剩你是女生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你还要躲那些敌人，然后结果他就在旁边一直指示说，你不要跟你要这边，你要这边，然后结果我不知道敌人在哪，我就突然被狙击中，然后就死了。然后之后他就可能突然很凶，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看你打游戏输了，我原本可以冠军，你看，就是因为是这样的行为，然后他的生气就直接发泄在你身上，只是没有到第一名，然后不知道他在气什么。对啊，又不是这一场，就是永远这一场打完永远不能打下一场，那打下一场就好了嘛。然后我又没有时间注意这个，因为我是那个最想赢。哈哈哈哈哈！我还是当点钢铁直男了，可以发位置。中央空调却自以为暖男。Oh my god， 真的好像其实蛮多的，超级多啊，非常多。那有没有什么经历，就是中央空调遇过了？就是他对大家都好，是把我的朋友，结果他不知道我跟他很好，就没有，我们是两个一起把，对他不知道，他就一次把那都是我们朋友圈的撒网，然后看哪一只，他看哪一只会中这样，海钓，是男生最会的钓鱼。看双标，然后真的双标，对啊，用余光补的，用余光。啊，你们是吗？我用鱼的，就是一只一只而已，一只一只的。OK， 那我们现在听完了十项之后，我们就要来跳选，我们四个心中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个行为？对，没错。那我们最后选出来女生最不能接受的男生行为就是大男人，对，太大男人真的是。对啊，那太讨厌，真的。对，那还有没有网友们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经历啊？或是更遇到过不能接受的行为，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然后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铃铛。没错，拜拜。好玩的就好。约会还是在跟你的兄弟约会啊？都有啊，男生肩膀是来扛责任的。哦。身边就有扛包包。Ha ha ha!